5月21日由中国服装协会、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、浩莎实业有限公司主办的浩莎回味2014春夏泳装流行趋势发布会在北京水立方举行。本次发布会共分为锦绣风华、灵魂深海、青春梦曲、部落风情、未来速度5部分。当晚在这座记载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辉煌历史的场馆中，各位名模身着最新泳装作品以及独到的身体语言，展示着摩登、深海、金属等时尚设计作品，彰显奢华与惊艳。本次发布会代表了中国及亚洲地区的泳装流行趋势。中国首席名模刘彤彤，第5届亚洲超级模特大赛冠军程妮嘉，第11届 CCTV 电视模特大赛冠军李蔚瑜等诸位冠军名模，向大家展示时光与未来感十足的泳装作品。凤凰视频整理报道。